美人，美人，美人，还好美人。我这个妈，我刚刚进去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刚刚从对面就说了一句话，刚刚过去，就倒了，真是。开放姐的北段，它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墙体改造，主要是因为这个树，它有个树的顶里头。有没有砸到人呢？昨天？没有砸到人。对山产也几乎没有什么破坏。这以后呢，我们聚集翻产，你要排查，包括一些废旧的厂房啦，一些这些东西，我们都进行了排查。目前那个街道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？当场就清理结束了。昨天下午已经恢复正常了。